弟吃到好开心了，只要有蛋他就很开心，对不对？好吃啊，多吃一点啦。嗯，昨天呢，我们在这一片土地看到很多的袋鼠，而且是家庭的袋鼠，大的带小的很多，在里面跳来跳去的。所以我现在欣赏风景，整片的葡萄园。一般袋鼠啊都是傍晚出来，所以现在也不知道它们躲去哪里了。哇，这个树年纪已经一定很大了，这个树。树荫好宽。凉哦，在树下好凉。反正都不要动，我头有点错。Thank you.
今天的晚餐，香煎牛肉。那这个牛肉呢，它是已经腌好的，在 COS 超市买的。小火慢煎。哦，爸爸好饿，来吃咯。我想快，很想快。那个有没有小刀？这里有小刀。越小越好。不要踢到桌子哦。这里稍微长一点。还有一份对不对？嗯，吃不够再煎嘛。我的碗。先这样。好大块！好像应该用盘子，用碗也怪怪的。爸，你要是最大块吗？来，谁帮我们祷告啊？我。好，眼睛闭上，前进之师。阿门。阿门。别动。我自己拿一个吗？嗯，应该是蛮好吃的。嗯嗯，配饭哦，配自己挖炒饭。嗯，我帮忙煎。这个可以挖炒饭。弟弟，你放到这边用盘子吧。那辣，我把面积点回来。师姐，没有红碗。主要是什么酱啊？上面有点辣哎。Avocado。没有，我讲那个。我把不是 avocado， 就是那个上面的红红的东西。牛排腌酱。Avocado from Mexico。Yeah, it is Mexican. Avocado from what Coco？ 黑色那个是那个香肠。我真的。来，老公，那个两个杯子给我倒饮料。好了，这几天煮饭 Jimmy 都有帮忙哦。我也洗碗。嗯， Jimmy 现在变成小帮手了，大厨式的小帮手。我弟弟也帮我洗碗好多次。嗯，昨天点点帮两次，非常好。很多次。嗯，弟弟帮最多。优秀，下次你去教你开火。好，这个火我不会开。嗯，这还有一块肉，谁肉没吃完？嗯，那个。那我吃好。你有工作，你吃两片。嗯。有一个最小片的那个人的，他的另外一半，他的灵魂伴侣。灵伴。刚刚谁家最小片 ？Jimmy 哦。姐姐。就是他的最后一半，另外一半。对啊。不好了，接好，因为你掉了裤子就是了。有不动。来，你放盘子，宝宝帮你切一切吧，好不好？记录都觉得对你很抱歉，因为爸爸跟妈妈完全没婚礼呀。当初我们就去公证结婚而已，花200块澳币啊，台币换身份证，10块钱澳币就结婚，就解决了。花钱可能只能买人家婚礼上面的一支玫瑰花而已。虽然说我们结婚花很少钱，但是我们婚姻很快乐啊，幸福长长久久，对不对？弟弟饭掉到你的裤子下面。这样，你再看两个，不要，我想要。
你要吃饱，我想去散散步，消化一下。不要。我帮火开大一下，这个肉开。来，你帮忙开一下那个瓦斯。我这里有点深。好。我还好。因为这块肉比较厚。嗯。有的比较薄的就应该熟了。但是我这还有点。我就要嚼很久。牛肉本来就是这样，你不要太熟，它会那个太老。你那也太厚了。我这块也很厚。这个要嚼很久。好吃，这正常。我们邻居什么时候走？我傍晚吗？没有，两三点。那个我们吃午餐嘛，还那个吃完之后，他们吃完午餐就直接走了。没有啦，他们在你们看那个愤怒鸟第二集的时候走的，还跟我说再见，你们都没有看到，我都没在跟他们再见。被 Netflix 吸引，都没有在注意看。嗯。我跟电影好看。那另外一个牛肉晚点煎吗？不可以啊，你可以煎。可是你要现在全部煎完。吃完。那就放着咯，放进去冰箱。不是那个 Angry Bird 吗？嗯。就那个红色的，它吧，它其实小时候很可怜。怎么样？它小时候是孤儿吗？不是孤儿，孤儿加。没有朋友，没有爱，没有人爱他就会 angry。哇，你们这么多人爱你，有没有感觉到爸爸妈妈爱你？没有，但是他长大不叫 angry bird 了，什么？他叫我，那他没有很生气了，他直接关个瓦斯差不多了。他叫我直接所有人都爱他，和他们来 angry。可是他的眉毛看起来是很生气。要跟你一样很生气。他生气的时候，那个眉毛干脆像直接像这样了。太夸张了。这有时候我觉得拉到极限程度。真的有点太夸张。OK 了，可以了，我不要太熟，再靠我的。你要的婚，你应该要跟你老公商量，不是跟我商量，因为是由你老公来帮你办。啊，这挺贵。爸爸有没有办法帮你办？不会啦，我们就办一个露营的婚礼，好吗？亲朋好友大家一起来露营，然后生萤火。包就是这个吗？啊？就是这个。一人一半，好吧？然后做大烤乳猪。你怕我的婚纱画？我帮你贴一些好。穿它香。然后大儿子巨大了，肥肥了。我昨天去散步，看到这里有人在办婚礼耶。他在那个方向，然后很多宾客，然后新郎新娘还有主持人，然后还有乐队。那我也好，这边好像也接受办婚礼。然后他们那边还有那种住宿的地方，所以这里是可以办婚礼的。我长大时候这里的地方。会吧。那地图那上面它显示，它没有写可以办婚。有啦，它的。爸爸来的时候经常看到网站上有办婚。两次。好吧，那个有人，我们在学校嘛，一些那些很调皮的男生嘛，会叫我们班上女生，那个土豆头或者那个番茄头。你有亮子叫啊，土豆。对啊，我也亮子叫。他嘲笑我。怎么跟幻想症一样，
怎么可以被别人影响去嘲笑自己家人？对啊。今天是我们在 Wolf House 露营区露营的最后一天，待会吃完早餐，我们就要来收拾我们的营地，准备回家喽。插这里，这有电池。不是，在我房间地上有一颗像这样的电池。老公吃早餐啦、啊！弟弟拿草莓牛奶出来吃哦。够吃了，不用紧张了。那个铁盘上还有。来来，老公，你吃这个大的，你切开看，熟了没？哎，夹子。熟了吗？因为我放在铁盘上，让它热比较久。你瞧瞧。好。可以了哈，刚刚好了哈。好不好吃？你吃不够，这还有。哼哼，我直接在铁盘上切开，不够熟就直接放在铁盘。哇，你瞧瞧，嫩嫩嫩，里面淡淡粉红色，好吃哦。小龙虾，这是蝎子。小龙虾，蝎子，今天第生平第一次看到活的蝎子，不是中药店干的那种哦。来抓起来，煎一煎。你有毒吧？开玩笑的，我不敢吃，看起来不好吃，没肉。好了，走。